把现在的鼻梁，比如你们稍微难看一点，想做的怎么样？我们刚才手术的是鼻子动脉，我们要把这桡声动脉探查好。鼻子中间没有梁啊，它是没办法撑得住这个东西，所以鼻。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那就是我们一下来难度不大。它是活肉。